去中心化金融如何大幅提升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？加密货币充斥着多少风险？区块链究竟解决了什么大痛点？Web 三大西进的道路上，我们都是拓荒者、冒险者、开创者。我是 XRX e 交易所的执行长 Wayne 黄耀文。It's time to go w i t h 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要提供好康给我们的听众朋友。如果你想要使用 XRS 交易所的话，我们在这边提供一个推荐码。 Web 三 Go West，Web Three Go West，这个推荐码你使用的话，注册就可以享有 Xs r 交易手续费百分之二十的折扣。另外也提醒大家，Xs r 交易所现在有一个美金入金的手续费优惠方案，每一笔都可以省八块美金。详细的内容我们会放在节目的介绍下方。那我们开始今天的 Web 三大西进。Web 三大西进，大家好，我是 Win 黄耀文。 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今天这一集呢非常特别，因为我们要去聊 Web 三里面大家很常听到也很在意的一个话题，叫做资安。但是呢，怎么样判断一个交易所到底资安好不好？怎么样保护我自己的钱包？又要怎么样辨识各式各样的陷阱？我觉得是很多人非常头痛的问题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个非常知名的资安大神，他平常都不露脸。 这一集一样不露脸，<laughs> <laughs> 他只有声音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X-Rays x 的资安长上来上到我们的节目上。哎、hey,，Hello，大家好，嗯、呃，谢谢 Wang 和悠悠的邀请，很高兴可以来 e 博三大心境跟大家分享交流。 对，那我们上呢，非常的谦虚，但是他其实是已经有十五年的治安经验，然后在他的经历里面，其实会有很多漏漏等一般人可能看不太懂，但是呢，觉得很厉害的一些介绍，例如说他其实通过了非常非常多的骇客的检验，但是这个骇客是叫做白帽骇客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什么叫黑帽骇客？呃，接下来讲黑帽骇客就是。 做坏事的骇客啊！哦，所以你是做好事的骇客？骇、啊啊、客就是帮助用户守护他们的资产。哦、我想说，是会扶老奶奶过马路的骇客。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对，那呃，上其实呢有参加过非常非常多知名的国际的会议，他其实是资安的国际会议的常客，分享了很多很多，他从 Web 2一路到 Web 3，也就是网络时代一路到区块链时代里面拥有的一些经验。上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？就是我们看到你其实参加了，例如说 t i p e Ethereum Meet 吧、啊，或者是 Blockchain Technology Conference，或者是 Hack in Paris。 然后 Black Hat 二零一七，就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但是对我这样治安小白来说，我不太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。那在这么多你参加的国际会议里面，哪一个是你觉得哇说出来自己都觉得很骄傲的、呃？我参加过蛮多治安会议，那我们都投稿上。那我觉得最骄傲的应该就是治安最高的殿堂，就是 Black Hat。哦，Black Hat 二零一七这样子。对。 哦，oh, 那这呃，在你参加那么多国际会议里面，有没有你也很崇拜的治安大神？然后你跟他同台，你就觉得哇，天哪，就是很有荣幸这样 <laughs> 有啊，就是问 a、啊、<laughs> <laughs> 所以就坐在你旁边。你现在又跟他同台，<laughs> <laughs> 对。<laughs> 但但大家应该很好奇，因为上现在是 x r e x 的治安长，其实他和 w a n 一起工作已经超过十五年了。 就是你们基本上是紧密不分的治安的伙伴，嗯、那你们到底是怎么样认识的、啊？你怎么会开始跟问一起工作？啊、呃、，OK，那我可以聊一聊我是怎么样接触治安产业的。嗯，那我目前在治安产业有十五年的经历，那直到现在其实都保持着初心，那也持续保保有热忱。那就是接下来我会让我带大家回到我的历史的时光机中。<laughs> OK，那我要开始介绍一下。 就是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呢，我刚开始接触治安，嗯、那整天都是在宿舍里面自学技术，然后去研究 hacking。那因为当时我还记得许多网页它都是城市语言都是使用 CGI 开发的，所以大部大部分的网站它都是非常的不安全，所以只要经过一些简单的方式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本来应该被保护的资讯哦，例如各资或者信用卡等等。 那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，我可以帮助这个产业做些什么，然后然后然后来去保护这些无辜的受害者。哦、oh,，那所以那时候就激发了我自己内心的热情的小宇宙，所以我就开始专注在往这个领域做生根。OK，那我在当我在毕业求职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决定我要走的路了，我就自、是、然产业。嗯，那就是因为觉得在这个网络网络世界呢，太不安全了。 就随着数位化的发展，那太多的这种机敏资料啊，在网络上都快速流通，那网络安全最后势必是一个很强大的市场需求。那在呃，我记得当时在二零零八年的时候，要找治安相关的工作哦，职缺非常的少。 而且那个时候呢，嗯、我还记得很多企业其实都不太重视资讯安全。而且不只是这样，二零零八年刚好金融危机啊，啊 <laughs> 所以求职也非常困难。对，这哎、欸、这也是一个重点。对，嗯、那刚好就很幸运的，我搜寻到台湾的一家治安公司，我、嗯、叫阿马科技，就是 When 第一个呃新创公司。对，嗯、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主动尝试写 email 去应征，那很幸运的我就加入加入了这家公司。 天哪！<對>等一下，我觉得这里有一点太那个魔幻了。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就找到这家公司，是因为你读到了什么东西吗？还是说你怎么样对这家公司产生兴趣呃？呃，因为那时候，呃，阿马科技有一个部落格叫阿马外传。哦，那哦对。所以不只是阿马外传，其实韦恩还有一个部落格叫韦恩先生，是后呃韦、哦、恩。那是很后来。很后来。一开始就是阿马外传，嗯、那个时候就是写很多。 在治安方方面的分析，这样，因为我我也是技术背景出身，所以那个《阿玛外传》那个布洛格写的蛮深入的啦。对于当时很新的攻击的手法，哈，也是我自己很大的兴趣，所以我就一边学、哦、一边也当我自己的笔记，就把它写出来。那个时候的《阿玛外传》吸引了不少台湾还有国际上优秀的人才，嗯，啊、吸呃吸引到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加入我们这个 Armorize。 这样，所以可以说上你基本上是 Wayne 的小粉丝<對> <laughs>。对对哦，他他一开始我碰到他，他就已经很厉害了。这样哦，你说他大学毕业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治安人才。对，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现象特别的明显。这样，因为我我的呃博士的呃研究哈论、哦、文是做找漏洞。 然后那个时候找漏洞不是那么热门的东西，就是怎么样去从城市码里面用各种的方法，哦，用黑箱测试、用白箱测试、渗透测试、源码检测，去找到城市码里面的漏洞，哦，然后呢去证明说啊、呃、这样子的一个网站是可以被入侵的，这样那个当时是不是很热门的东西？然后当时具备有很强的找漏洞能力的人也很少，那还有就是说懂得这个精髓的、懂得这个精神的人很少。 然后那时候尚却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嘛、啊？对，然后我其实一直到今天都很好奇，说他是怎么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会这一些，到底是在干什么事情学会的？<laughs> <laughs> 为什么人生那么喜欢找漏洞？啊 <laughs>、呃，对啊，啊、呃，可是我当初一开始很幸运加入这家公司，一开始其实有吓到我，我你说加入阿玛科技的那一瞬间，其实有吓到吗？对，因为我一加入公司的时候，发现哇不得了，里面公司很多大神。 哦，你说整家公司里面都是治安大神，对，就除了 Wayne 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你很崇拜的人，对，没错。那我就发现哇，我自己自己好像有点弱，那也是因为这样，反而让我更有动力的去想要快速的学习成长，然后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跟伙伴们可以并驾齐驱，然后贡献我的所长，对。所以我在呃，我记得我在阿马科技五年多来，呃，我其实一开始是从呃助理治安工程师一路到治安顾问。 那到弱点扫描产品的 PN，对，那一开始我是 p r e s a l e 角色，那就是就是就是要跟 sales 去拜访客户介绍产品。那产品我们那时候就包含了 WAF 的网页型防火墙、哦源码检测、网页挂嘛等等。等下等下，刚才这些那个语言是什么意思？<laughs> 就是说对一般人来说，它是什么意思？你保护了我的什么？简单来讲，它是算是治安防御里面相关的产品。 嗯，防守面的产品，这样、嗯、这样讲就好了。这样还是不懂。<laughs> 呃，就是弱点扫描，就是说怎么样我可以去找到你的城市或者你的网站里面的弱点。哦、那防火墙就是说，你即使有弱点，<對>但是我帮你挡起来，人家攻击不了。嗯，挂码检测是你有弱点，而且你已经被人家植入二一城市，在你的网站里面了，我怎么样至少可以扫出来说。 哇，你的网站里面已经含有恶意的东西哦，oh, 所以这包含网站，还有例如说我的邮件，对，然后我在使用的就是电脑里面，我去拜访的各类的入口，你们都可以去扫描出来，它有没有漏洞，我有没有遇到威胁？对，哦、oh，没错。那也因为一开始就是跟 sales 到处去征战，所以呃，我那个时候就更更懂得第呃第一线客户的这些需求啊，跟他们的使用者痛点。 那我再分享一下，我当时做 pre-sale 资顾问。那我主要是这个角色负责哪些事情？那呃，pre-sale 主要就是会去回复客户的技术的一些咨询，那以及我们会去布帮他们去做一些 POC，然后到最后的一些 POC 的测试结果报告。那这让我有了一些实做跟分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那另外，我们也会帮用户去去上一些治安。 教育训练的课程，嗯,嗯，那去透过介绍一些常见的网站、网页型的这些漏洞，哦、啊，例如 OWASP Top Ten 的这些治安工坊的课程，所以让我在理论啊，不管是理论啊、实作啊，有更全面的了解。那再来是渗透测试，那渗透测试呢，它让我累积了很深的技术底子。那它这项仍然是我主要专精的技能数之一。嗯 那什么叫做渗透测试啊？渗透测试简单来理解的话，就是我们会模仿自己是攻击者，然后用一些攻击的思维来看你这个企业，哦、然后我们来帮助企业可以快速找出它的可疑的风险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去帮助客户说解决怎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，然后降低风险等等。 所以就是，如果我的网站里面有一些我自己不知道的风险，所以我就会找人来做渗透测试。对。然后假装，如果你要进攻我的网站，或想要偷我的资料，然后想要让我的那个网站死掉的话，这个人会怎么做？然后我就去修补他在别人攻击你之前，<对>先试着攻击自己。是。Oh、然后其中很重要的是，上刚才说的这个攻击者的思维。 嗯，这个我觉得是他一直抓的很好的一个精神。嗯，这样子，因为攻击者，我们常常都笑说，很多人就是说，很多人他在防守他自己的网站哈，或者是防防守他个人的钱包都一样，他就是哦，在大门呢加了非常多道的锁，然后但是呢，结果小偷从爬窗户啊，从哪里进来，这样是他没有想到的，这样，所以那个攻击者很容易去想这些你想不到的路。 那这个就是深度设置者他常常需要有的思维哦，所以可以说像 Win 跟上，其实你们具备不只有我们常在想说哦，骇客要一直防守一直防守，其实你们还要具备有进攻的能力。 对对，对 oh, 没错。可是如果照刚这样子讲，就是上你大概有十五年的经验嘛，然后呃，第一家你加入的资安公司其实就 Win 的第一家新创阿马科技，对。然后再后来，二零一三年的时候就卖给了 Proof Point，就是美国一家上市的资安公司。<对> 然后在 p r o o p o i n t 你们一起打拼了五年之后，在二零一八年，Wayne 又创办了 XRX。呃，跟上一起啊，他也是创办的成员之一。对对对，然后上也一样，就是跟着 Wayne 一直在这样子，就不同的公司、不同的领域打拼，就是你们一路一起从 Web Two 走到了 Web 三，这样那。 你你是怎么样呃踏入 Web 三的世界的、啊？你是因为 X、R、X 交易所成立，所以才踏入 Web 三吗？还是说你在更之前就已经接触到区块链的技术了？再补充一下，就是到了铺 o o p o i n t 之前，我大概有十年的时间，大概在下班之余都会花自己的时间去打一些 bug bounty。bug bounty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一些企业他会去提供一些。 赏金哦，您、啊、说如果猎人，嗯，对，Google 如果我找到它的漏洞，他就愿意给我一百万美金之类的这种，对对对，那<哪><錯>所以你财富自由对不对？没有，但是我要讲，<laughs> 就那个时候就还不太重视啊，治、呃、安，所以他们的奖金其实都是没有到很高的哦。Oh. 对，那平日晚上就打 Bounty，那周末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去打 CTF。 对，什么是 CTF？CTF 它比较像是，比如说主办方间设设立了，比如说二十题治安的题目，嗯、然后要大家，比如说在两天内看谁最先把它解完，你就是 winner。哦，okay, <那>所以你是白天上班，然后假日是奖金猎人，然后呃又会找时间去跟别人竞赛，然后参加考试。 你一辈子都在值班，是这样子，对对，<laughs> 那对，那所以打 CTF 呢，一开始其实都是要常常熬夜打通宵。那一开始我是单兵作业，其实那时候非常的烧干，但是年轻是还好，现在真的就很困难。对，那后来在这些比赛就认识一些不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那就开始打团体战，然后学会了分工，就是如何更有效率的去进行 CTF 比赛。那后来我们二零一三年就是。 阿马科技被普 r o p o n t 并购嘛？那我在普 r o p o n t 这五年呢，我是呃负责威胁研究的分析。嗯，所以我那时候我觉得这工作非常有趣，就是我主要就是负责研究各国的骇客团体和国家级的骇客。哦，<对>就是另外一个等级的对手，可以这么说吗？对，就是我之前可能都是焦聚在台湾国内的市场，然后突然就放眼到国际上，就整个就视野打开，因为我就进一步可以看到。 国家级的这种工坊，哦、oh, <對>，所以你就从台湾到了戏谷，然后从台湾的市场进入到全世界，而且甚至是国家级的这种怪物。对，嗯、然后这个在呃被 p r o 并购之前哈、哦，他的才华就在国际上面就发挥出来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是看到就要讲一下说阿玛科技当时怎么在国际间走红的。主要我们没有什么行销的资源，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就看我们的英文的部落格。 因为布洛克写出来呢，国际的大媒，好，几乎所有的大媒都有报道过我们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就是会找这些知名的网站，比如说白宫的网站又被人家入侵了，上面放了恶意的城市，或者什么人权的网站，好、啊，上面被入侵的放了恶意城市，专门锁定记者的，等等、oh. 我们会一个一个去分析。那么，啊，这后面的分析都是我跟上的分工，都是啊，他去取得这些所有的。 不法组织的资料，然后我在后面来分析写文章。嗯、哦，那他怎么样取得呢？其实很大一部分是靠他的入侵的技术，啊、哦，尤其这个呃俄罗斯啦，反正这些或者说奈吉利亚哦，这些不法组织，我们为了要深入了解，说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你们偷了这些资料在干什么？你们的工具怎么做的？到最后我们就是上这边会去。 入侵他们的这个重症，他们的这些伺服器啊什么啊，我们取得他的工具，好，然后我们会整个写一个很完整的白皮书，有的时候把他整套的手法，包含他的工具，全部都公开出来。那这种东西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研究，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写出来，国际的大媒一定会采访，一定会报道。这个是阿玛，那个时候 a r m o i r e 这个品牌，在全世界的治安。 还有企业的客户里面哦，打出名声的主要的方式。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很帅，因为一般想说骇客就对着电脑在那边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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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你们刚才在讲，好像就是你要进攻，然后你会攻城略地，把里面的一些东西拿出来，然后最后你还会揭露他，然后他们的那个犯罪手法什么之类就被你们攻破，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工作状态吗？对啊。 你现在说的有点害怕，啊、是不是被怕被认出来？<laughs> 啊、我,我有打码，所以还好。<laughs> <laughs> 对,对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很好奇，因为我们都已经经历过网络的年代，所以例如说你说到 email 啊，或者是你说到网站啊，或者是像现在甚至是 app 嘛，我的手机有没有被害，我都呃很像很可以想象它的样子，偷我的密码啊或者是什么的。可是如果进到 Web 三的世界，像现在 Win 跟呃上其实就已经在呃交易所里面工作了，那在交易所里面。 很多人现在也很害怕，就是说骇客会不会入侵我财产会不会被偷，然后我的钱会不会不见？那在交易所里面，到底是要怎么样确保这些安全？这个确保安全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问题非常好，因为很常人会问我说，我怎么确保我们交易所的安全？嗯，那我觉得，芝安工坊呢，它一直都是一个不公平的游戏。OK，怎么说,怎麼說？OK，啊、呃，对于骇客来说呢，它其实它只要在你的网站平台上。 找到一个漏洞打进去就够了，对吧？那但是站在防守方呢，不好意思，你必须要在每一个层面都建立好防御机制，而且你要尽可能做到滴水不漏。然后在这一个无休止的这些攻防战里，呃，我们是防守护者，那黑客他就是攻击者，嗯，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保每个用户的资产安全。那接下来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 S 六 S 的防御上我做的。 的什么？OK，然然后来保护我们的用户资产。那我常告诉我们的团队啊，就是呃，安全它其实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啊、呃，因为城市是人写出来的，人写出来的就是总是会有漏洞的产生，因为百密总有一疏嘛。所以在治安领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安全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状态，它而是一它而是一种过程，就我们不能期望完全消除所有的风险。 对吧？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持续的努力啊，然后来管理降低这些风险。哦，简单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持续优化，提高攻击难度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当一个攻击者在你的网站平台尝试打了一个礼拜，甚至到几个礼拜都打不进来，嗯，他很可能就会转到下一个目标。哦、所以黑客也是柿子挑软的吃这样。 对对对，所以通常我们在跟内部团队沟通呢，我们就会说到，我会尽量说我们要做到三个早，我就是早预警、早发期限、早止损。嗯，就我们除了从这些层层的对应的防御机制跟系统外，就是从上从云端到系统到容器化到网络层到应用层，下至到用户端点、办公室内网。 等我们都要有对应的一些防御机制外，哦，除了这些防御机制呢，其实我们还需要制定一些比较有效的治安政策哦。如果我们透可以透过 ISO 二七零零一的标准，哦，来去帮我们建立一些管理策略，或者是制定一些治安的事件的应变处理流程和营运持续的计划等等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焊了十四家治安公司哦，像曼悟科技。 或是 Go Plus 等等结盟，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 S Race 的一个区域联防的网路，嗯，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盟友，打造更好的生态圈，这样子。嗯、那我前面刚刚讲的这些都做好了，话呢，其实你也只完成了八十 percent 的防御啊，这样才八十 percent，对，没错，因为剩下的二十 percent 呢，治安的最大风险就是人，就是公司的员工，哦、员工的治安，我本人，<laughs> 对。 员工的治安意识就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，就像大家电影上看到的，你用你的电脑打开一个网页，你的电脑也被控制了。但这在真实世界里是很容易达成的。嗯、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要一直要持续的去做这些钓鱼演练啊？哦，让治安的最大的风险人为因素降到最低，哦，这才是上上策。嗯，所以那公司的治安其实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把关的。 有这个我自己深深有体会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加入 X X 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有一次收到了一个钓鱼信，我这差点要点下去，<laughs> 后来我才发现，哎、欸，这好像是假的，然后我就赶快去问上，然后上就说，那这样你就可以不用上治安讲座，<laughs> 因为我们公司经常自己去钓鱼，我们自己的员工就是要确保我们大家不会再收到 email 或者收到一些奇怪的讯息的时候，自己去点击，然后就破坏了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城墙。 对、嗯、对对对，没错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刚我们刚加入，刚被并购到 Proofpoint、哦、那 Proofpoint 对我们这些手法还没有那么的熟悉。那个时候啊，很有趣。嗯、那时候我老板就说公司要办 Hack Day，其实就是 Hackathon 了。但、嗯、但我 Proofpoint 叫做 Hack Day，它一整天的。那、啊、他说我知道你们台北那边很忙哈，但是捧场参加一下。 然后、哦、想说参加，那我要做什么题目？Hack Day 嘛，那就叫上来帮我们 Hack。Hack 公司 p o r p o i n t 里面的人。对对对。<laughs> 然后我们就就利用一些它内部的漏洞，有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跨站脚本的漏洞。然后我们就偷到了我老板，包含我一些同事的密码、啊哦，他们的个人的密码。他应该很后悔邀请你们参加 <laughs>。我们在 Demo 的时候，我们就哎、欸，你的密码后三码是什么什么？<laughs> 然后把公司一些最重要的伺服器哈、哦、插起。 就是呢，入侵到这些伺服器里面去，然后放了我们阿玛科技的 logo，<laughs> 这些，或 <laughs> <对>是我在，我不知道你记得吗？有啊，记得，有啊，<来>记得。而且 p r o o p o i n t 是一个超级有名的治安公司，哎。对对，但是我必须要说了，我们当然有一些优势，因为我们在公司网络内部嘛。对。哦、啊，我们已经在防火墙内了，所以是比较好弄一点、嗯。对，但这样也是一样，就像你们刚才说的，有点像模拟入侵嘛。就是说，如果真的别人要攻击你。 像我现在是因为揭露给你看，说你密码的后几码是什么。可是如果今天你真的被黑帽骇客，就是有恶意的人入侵了，其实你的后果会非常惨重。对对对对。嗯、對然后其实我们扑破 r 但是我 p 还是很厉害。有一次是公司有特别规定，包含我们阿玛 S 啊，你要分析恶意城市，只能在某一些特定的。 云端环境里啊、喔，特你才能够分析那些恶意城市，不然会很容易感染到其他环境。嗯、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我的位置上，没有在特殊环境、喔、但是我在赶一篇部落格，在细我写到一半，然后呢，诶、欸，有东西我觉得不对，那左看右看，反正没人懂我在干嘛呢，我就在我的桌机哈、喔，就开了虚拟机器啊、喔，就赶快跑一下那个恶意城市。嗯、哦，好、喔，再分析一下。 然后就在家跑跑完了以后，赶快把它关掉呢。结果我们的当时有一个 Brian Kifer 啊，他是我们治安团队的，哇，他好厉害哦！他笔电带着一支天线，一路找过来，找找不 <laughs> 然后找不，然后说你们谁谁有人有中奖了，<laughs> 要不要承认？我说我我我我没有中奖，我是在虚拟机里面跑的。<laughs> 他有那个设备啊，就知道说知道说大概知道哪一个范围啊有有恶意城市在跑这样子对，所以他们。 我们戏骨同事还是厉害的，还还是蛮多的、啊。那、嗯、还有一次我印象深刻是，那时候更年轻，他在研究一个国家级的骇客，嗯，然后结果他就有有一天是跟我说：“喂，这个这事情大条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骇客里面全部都是资讯。天<哪>”天 <laughs> 后我就说：“不要碰，不要碰，不要碰！” <laughs> 就是这样子。你应该为台湾做一些贡献啊。<laughs> no no。<laughs> 对啊，这是蛮有趣的。这 <laughs> 听起来真的是治安人员真的有说不完的战斗的故事哎、欸，听起来好像真的是随时随地每一分每一秒你都面临了一些风险，然后你要一直拆炸弹，然后你要知道有谁在你这里设下了一些陷阱，或者是想要引诱你进入某一个地地方偷你的哪一些资料这样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Web 三大西进是由 XRX 交易所与数位时代旗下的 Web3 Plus 平台联名推出的 Podcast，每两周推出新内容，由 XRX 的两位共同创办人 Wen 黄耀文与 Winston 肖惠宗，以及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悠悠游指为轮流搭档，与各方嘉宾切磋交流，深入解析 Web3 的最新动态。 我觉得很有趣一件事情是，我之前有朋友告诉我，就是说，在他的公司里面，他们一直都把治安的呃人员或者是团队，甚至是工具，视为是成本。 对，就是这个都是花钱的啊，就有点像保险一样。那其实也用不到，所以他们就不太愿意投资太多在治安上面，除非有一天我被攻击了这样。那在 X Ray 我觉得很很就是很难得一件事情，就是两位自己本身就是治安大神，可是 X Ray 好像在治安的投入上面是非常的大方的，而且投入很多很多的资源，即使是很多的用户不一定能够感觉得到。那呃，Wayne 作为执行长，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 嗯，um, 这个当然就是说，当时有信心去创 XRX 也是因为有上跟他的团队，不然没有信心去创。哦，oh. 那个时候刚开始研究比特币的时候，我其实不太懂比特币，但我知道说，我周边聪明的人都在研究比特币，那我怎么样先有一个立场呢？我还是觉得说，那我们从治安的角度出发，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请上把所有跟比特币相关的攻击研究一遍，然后我们去投稿 RSA Conference，所以我就上了。 上了就去讲，你记得吗？对、哦，那时候好像一不知道一百多件事件，很长一大篇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左右，刚并到 ProofPoint 里面，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自从那一次啊、哦，他做很完整研究，我们就知道说哦，交易所大概是怎么被害的，个人钱包怎么样被偷的，啊、哦，或者说怎么样子呃工程师或个人手误把自己的 key 一杀没了，哇，然后币就冻结了。嗯 这样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就是看着这么多，心里也很怕了。<laughs> 对，所以那后来我我也觉得说那，那其实就是说一个跨境的支付系统或者一个交易所，它很有价值。可是当时为什么星星做这个题目也是，哎、欸，那有上这个团队吗？治安大神的镇守这样子 <laughs>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，然后我觉得我我个人也碰比特币碰很多，一路以来目前还好都没有出事情。我觉得。 也很受惠到这一系列哦，然后公司做的，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说，我们从很久就导入这个云端的密码密码库，好、啊，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两个密码是一样的，我们任何一个密码一定都是机器产生的，包括我们个人的任何一个密码一样，啊，然后放在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密码库里面，还有包含了就是说，呃，像我自己在操作这个，只要是跟我交易相关的。 我一定是一个呃比较隔离开来的环境，嗯，然后呢，我所有的账号密码，包含我的所有的 Gmail、我的 Email、mail, 我的脸书啊、我的 Telegram，啊，我一呃，我一定都会把这个多重验证，啊，所谓的 Two FA 或者 MFA，我一定会打开，嗯，那一方面公司本身要求。 一方面，多年这么多年以来，因为公司要求，我们也养成了习惯，嗯，这样。那这个，我觉得我个人也受惠蛮多的，所以加密货币用到今天都还都还。 没有事情这样子。嗯，刚才问讲的这些，就是其实从公司层面一路到个人的层面，其实都应该要有治安相关意识。然后在我们录这一集的时候呢，大家听到的时候，应该也会听到一个 X 交易所一个很好的消息。主要这个呃项目也是呃上跟他的呃团队所带领的，就是 X 交易所成为全台湾第一家通过最新版本的 ISO 二七零零一二零二二年的这个版本，然后是进。 通过英国标准协会的集合，那不只是领先交易所，还领先了银行，还有很多的公家机关跟所有不同领域的公司，X-rays 就是第一家去通过了 ISO 二七零零一的呃公司，对，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 X-rays 刚呃 w a n 还有上在讲的，不只是口头上说说，对，其实呃，治安从他们的口中可以听到，它就是一个天罗地网啦。 对，就是每一个层面、每一个层次，然后不同的部门跟不同的人，其实你都必须要去做很好的设计跟很好的防堵，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进攻。对，那这样讲起来好像听得懂，可是大家应该会最好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身为一个白帽骇客，作为一个治安大神，你每一天在 X、S、这样的交易所里面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？那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其实就是。 就一样，就是在做攻防。那我通常其实就会把，因为我每天会看到很多种攻攻击者。那通常我会把这一类这些攻击者你,你怎么样看到攻击者？你是从我们的这个伺服器上面的各种的，因为我们有布天罗地网，我们有我们很多防御机制，<laughs> 我们都会侦测到。不可以说的。<laughs> 对 <laughs> 对啊，所以我通常会分为四类。OK，那第一类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脚本小子，他其实是英文翻过来，script kiddie。 OK，那这类的攻击者，他通常他只会去操，作，他只知道怎么样去操作网络的这些公开的黑客工具，然后那他并没有太深的技术能力。OK，那第二类呢是这种单独的这种骇客，那他具有这种相当程度的技术能力哦，他会开发自己的工具啊，来发动攻击等等。那第三种是这种比较小型 group 的骇客团体，三到五组织是吗？对，小型组织。对，那这一类的攻击者呢，他就 通常，他的组织跟资源都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分分工哦。比如说，有人负责找目标哦，有人负责攻击，有人负责开发攻击武器，那也有人负责善后，就是清理所有的轨迹。所以，他们的攻击能力通常蛮强的，而且他们攻击的目标也是蛮有针对性的。那最后一种就是大型的组织哦，甚至到国家级的这种黑客团体。嗯，那这一类攻击。 团体呢，它的资源就非常的大，它因为它后面的资金雄厚，然后也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零时差的攻击的武器。对，所以我通常会分为这四类。那我们每天在 S R S 交易所，大概我统计了一下，我们每一天发现到的攻击，我们组长自动化组长下来的这种 request 大概一百到三百笔。 啊，每一天那么多人在攻击你啊，对，但是有些其实都只是工具扫过去，<laughs> 但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种 request，我们不一定会把它挡下来、嗯、哦。主要是我我想要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哦，对他是不是很调皮哎、欸？<laughs> 呃，因为我想要看他是不是找到了什么漏洞，哦、因为因为毕竟知己知彼，战百战百胜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是呃防守的部分。那再我分享一下呃攻击的方面，就是我们内部呢其实。 呃，很多新功能要上线之前，我都会要求以及我治安团队，我们就会先做好执行这个渗透测试，或是做呃城市码的 review，然后以及模拟攻击者来攻击我们系统，看看哦，找出一个潜在的漏洞。那以及我们会不定期的这个执行这个红队演练。哦，就什么是红队演练？呃，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。红队主要是负责攻击的、嗯、执行攻击的角色。 那就是我们会尝试去模拟各种攻击的手法来入侵我们的系统，那范围呢会很广，包含了交易所到云端到边界，然后到我们公司的内部内网以及到员工都有可能是我们的攻击目标，所以在攻击方我们就称为是红队，嗯，那同时呢我也会请 SRE 的团队来担任蓝队的角色，那蓝队当然就是负责防御跟侦测嘛。 所以从这整个的演练下呢，就可以通过这个过程，就可以持续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些我们需要一些强化、去补强的地方，这样子。对。对但但是呃，刚才提到这些日常的工作啊，或者我们挡下的攻击，就是呃，很多其他的交易所也会提到，而且呢，在每一家交易所它被害或被攻击之前，他都会说自己是最安全的。 最干净的，所以如果像我这样子的路人好了，就是我这样的路人到底要去怎么辨识一家交易所叫做安全？因为安全这件事情好像很虚无缥缈哎。<laughs> 这问题也很好，因为真的是我目前看到所有的，其实基本上每一家交易所都说它很安全。嗯，那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小白用户呢，其实他真的是很难分辨这个交易所的安全等级到哪边。嗯、OK，那呃，我可以分享我个人的一些建议，就是。 提供给大家参考，说你呃，你可以从自然角度参考哪几个点？其实第一个，其实呃，之前的 podcast 也有介介绍过了，就是交易所的你有没有一个很透明的储备证明？那我今天其实就不多说，我可以请悠悠放影片链接来资讯来 <laughs> 请大家可以去回播我们之前的 podcast。X r X 已经导入了 m e r c l Tree 系统。<laughs> 对，所以我今天是就从治安的角度来给大家建议。所以通常第一点呢，我会去看这家教育所有没有他自己的治安团队，嗯，以及他的成员背景，还有治安的专职人员有几位。这个资讯好像相对来说比较不透明，对不对？只有 X X 这么摊开来给全世界看，虽然你蒙面了，<laughs> <laughs> 对，但是因为治安圈子其实不大哦，oh. 对，通常都还是可以打听得到。 嗯，对，那我必须要说的是，治安人员一位呢，绝对是不够的，因为像金管会，他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就有发布了一个金管会的治安法规，就是要求上市贵公司，他要去建立这个专责的治安单位。那他主要呢有三个等级，那我们就以最高标准来看。OK，金管会要求公司你一定要设定一个一位治安长，嗯，一位治安主管，以及两位专责人员。OK。 所以这个是针对资本额一百亿以上的公司。那这类型的公司，它通常就会有很多办公室嘛，然后很多厂。那员工人数一定都是超过一千人以上的。嗯，对。那其实四位专职治安人员，我觉得是还不够了。但是我们 S race 呢，目前大概约八十人。嗯，那我们就有四位以上的治安专职人员，所以我们就符合经管会最高最高标的规格。没错，我们就要成为一个。 百亿等级的公司，<laughs> <laughs> 对，那这是第一个。在第二个呢，我会看这家交易所它重不重视治安文化。嗯，那怎么看呢？我就是会看啊，他、呃、有没有投入什么治安的资源？哦、呃，有没有定期去找一些治安厂商来去做渗透测试？然后以及他有没有自己的这种漏洞赏金平台？哦、呃，嗯、而不是说 OK 等了被害出事了再说。然后因为漏洞赏金平台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骇客，我找到你的漏洞。 与其我去偷你的东西，然后我犯法，对，那之后呢，我又不知道能不能嚣张，还不如我把这漏洞回报你，我去领赏金。对，没错。哦、那以前呢，在 Web 2的企业，其实就刚刚前面提的，他们其实对治安不重视，买那个柜上上的产品，就会觉得很浪费钱，然后等出事了才找你来救火。嗯，OK，这样其实对用户来说基本上没有安全可言。对，这是第二点。 在第三点呢，我会去看这家交易所，它没有完善的治安治理和目标，就是说它也没有一些治安的证照，比如说 ISO 7001或者是 SOC 2等等。那因为我刚刚也透露了，对我们在今年拿到成为全台湾第一家取得 ISO 7001的二零二二新版转版的认证，对，这真的很值得掌声鼓励。来，我们等一下 insert 一个。<laughs> <Yeah. 笑> 对对，因为我们 S r u s 都是以最严格的规格来把关，嗯，主要就是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安全合规的交易所，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，这一直是我们的初衷，所以以上三点让大家参考。 希望可以帮大家可以选到一个安全合规、符合自己需求的交易所。对，就是大家不要在一家交易所倒的时候 <laughs>，才终于理解说，哎、欸，它不安全。这样，<對>也不要随便轻信说有人一直宣称自己是安全，就就像 X 交说自己是最安全、最干净的平台。也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直接相信我们，但来验证我们嘛。对，對你可以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外部的集合，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导不导入像 Miracle Tree 这样子的技术，让大家可以自己去。 验证我的钱包里面的钱都是安全的，甚至是和一些刚才上个提到的国际型的组织，或者是我们有那个反洗钱的工具，这些其实都会是你去判断一个交易所好或不好，然后它到底安不安全、干不干净的一些方法。哎、<那>这让我想到二零一四年，还有一个就是内机内控。二零一四年，我不知道上记不记得，嗯、台中有一位何先生哦，那那个时候他号称说这个。 他的交易所被害了，嗯，可是他的投资人都怀疑这个其实没有被害，坚守自盗这样子、哦，对对。哦、那结果呢？他们就配合剪掉呢，就半夜就去开了他台中的办公室哦，嗯，然后就把那个城市啊、哈、哦、log 啊这一些就送到我们这里来。那那个时候也是你分析的，你记得吗？有 <laughs> <laughs>、哦，我记得。然後分析完後，我,我们就是说，啊、我们可以，我们愿意出庭作证哦。我们真的找不到任何被入侵的这个哦。 所以不只是可以防堵骇客，你们还有能力可以去证明说，其实他没有被骇客入侵，是他自己的、呃。就是、说我们可以尽量用我们的专业，因为你要入侵，你会留下非常多的痕迹。嗯、哦，这样子对。所以，嗯、呃，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啊，我就觉得说一，一一个一家这个加密货币的业者，他的内计内控其实也很重要。嗯。 对，当我们在讲内机内控，基本上就是说，一个人他不可以拥有过多的权限，他应该要有一定的流程去把关，他能够去接触到什么样的资讯，他有什么样的权利，甚至是可不可以移动钱包里面的钱资产的。然后谁什么时间点做了什么操作，受到另外一个谁的授权？哦、啊，这个所谓 paper trail，它要永久被保存下来。嗯，这样，对。了<解>但是我想问上一个很难的问题啊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也我们也知道业界，呃，常常。 一个骇客比较容易得手的管道是透过工程师或者云端云端的团队啊，云端工程师或者城市设计师他们的个人的啊社群账号，脸书啦、Line 啦这一些哈，想办法透过这些去入侵到他的笔电，因为通常他们的笔电呢可以啊连到公司的防火墙内。 然后呢，笔电上面也通常有公司一些伺服器，啊、哦，或者说一些城市库的这个账密在里面。然后透过这个呢，去辗转的慢慢的啊、哦，取得呃一个交易平台的权限。那这个的话要怎么防？因为这个通常都发生在公司以外，都发生在他们个人的家里啊，这样子。对，OK，这个问题问的问题是非常好，而且问直接问到重点。 骇客呢，通常会是锁定了公司里面拥有最高权限的员工。嗯，那他怎么样找呢？他通常可能就比如说透过一些 LinkedIn 啊，或是求职网站啊，看到你的履历，你在这家公司担任什么职位。哦，<那>看到你是什么 Senior Cloud Engineer，你就可能是我的目标。对对,、哦嗯、对，那这一类型的员工在我们的安控上会是最高层级。嗯，基本上。 再就是，我们会在啊、呃，我们会有很多侦测的手法，比如说今天这员工的电脑，他平常晚上不会去连一些内网的网页，但突然某一天晚上进来，然后又连到这些网页，哦、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可疑，就是要确保他是突然很认真的想要加班，<對>还是说那个不是他 <laughs> 这样子？对对对，呃、那这是第一个，其实有很多了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今天假设这个有他有特权。 那特权从特权连到一个交易所的产线环境，这个过程呢，从登录你有没有一个呃乐，就是相关主管会被知道说哦，现在有人登录这 t 普 o n 机器，你有没有第一时第一时间知道？那在进这机器之后呢，哦，他又去资料库，这个这个时候进资、這個、料库有没有相关呃乐，以及他的这些操作轨迹，你有没有一个日志，有没有 log？对，这些都还蛮重要的。嗯，对，然后他们很多。 侦测机制，他们不会跟我讲了，但是我知道他们有，<laughs> 应该是有大量的，也有使用 Honey Pot，就是说，假设你真的入侵了我的产线的时候呢，我有很多假的资料库啊，哦、假的东西，让你觉得是真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去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啊，我的产线被入侵了。哦，让你偷到不重要的东西，即偷到<對>偷到对，偷到假的东西，嗯嗯、那其实是发出警报让我们知道。这样对对，因为重点是，通常骇客。 它进入到你的电脑里，它其实是对你整个企业内网其实是不熟悉的，嗯，它一定会开始做一些探测。哦，它很像在盗墓啦，简单来说是对对对对对对 <laughs> 对对那我们在尽量就会做很多这种假的，哦，哈尼帕出来，诱、嗯、灌，诱灌，灌然后就让他就是呃无法有任何所得，然后但又付出很多的精力跟时间，甚至是成本。没有重、嗯、重点是，他一去碰那个。 我们就知道被入侵，因为我们平常不会去、哦，还留下他的足迹，然后让你们发现这样。对，哦、我们系统会马上 alert 我们。对，我觉得这些细节真的是，呃，这样子感觉起来，其实一般人想到治安的人员就会想说啊，李公宅。<laughs> 但是呢，我这样子听起来，我觉得你们都是很细腻的人，因为你们要在很多的层面都能够想到。 可能对方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在这一层要做什么，那一层要做什么，它就是非常密密麻麻的，而且你平常也看不见，就是它不像是例如说做行销啊，或者是你知道产品功能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，可是它背后如果没有这样子很严格的把关跟机制的话，其实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成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对，嗯，没错。嗯、我觉得骇客还有一种就是说他的思维，比如说在我们。 台湾每年的台湾骇客年会，好、oh,，Hacks in 台湾或者美国骇客年会一样，它都有这个开锁的比赛跟教你开锁，嗯，因为那个思维其实就是很类似啊、呃、入侵的思维哈、啊，其实它是很有趣的，因为你很像在解一个谜题，嗯，这样。那刚才其实呃上刚才讲的非常多的就是呃治安上面的技巧啊，或者是防范上面的技巧，可是这些其实都还蛮偏。 专业的治安人员，或者是在交易所里面工作的人，你要怎么样去守护一个企业或一家交易所？<对>但如果是一般人呢？如果我是自己要保护我自己，或者是我身为一个员工，我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风险，我不能让骇客锁定我，然后就对公司产生任何的危害的话，我可以做什么事情？假设我真要去举例的话，其实有很多可以建议。那我假设以三点来做建议的话呢？嗯 呃，第一点，我会建议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账户安全，就是你的密码强度啊要够，然后你的 Two FA 双重验证一定要开启。那你你的密码呢，千万不要用惯用密码，哦、因为我知道人一生就可能就只有那一两组。对，什么五二零一三一四。对。那为什么不要用惯用密码呢？因为在过去你曾使用的这些网站啊，今天假设被海，攻击者就有你的密码。 那攻击者通常呢，他会去收集过去所有被泄露的这些资料库，那我们的术语叫做社工库。社工库，对，就是他这个资料库里面有十几亿所有泄露过的哦账号密码，哦、甚至到百亿。OK，所以也就是说，今天攻击者只要知道你的常用的用户名称或是 email，他就可以在他的这个资料库里面去搜寻，就可以捞出你过去这个用户所使用密码有哪些。 那接下来他就可以使用这个密码去登录这些交易所平台，尝试去做登录。那这个尝试做登录这个过程，我们的术语是叫做撞库。撞库，嗯、对对，这是第一点，你的账户安全要注意。那第二点呢？OK，所有事情你要先求证，再去执行操作，就是你要去避免一些钓鱼攻击，就是你要去检查你收到的 email 讯息连接。 哦，特别是这些来路并不明的攻击者，通常他会去模仿一些合法的机构或是客服人员。嗯、有，我最近就收到一个，就是说骗我说我已经缴过的罚单，然后呢，他就说我没有缴，然后要再被多罚六百块。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有点紧张，但是后来我就再检查一次那个简讯发来的，前面是加六六，66, 就他就不是台湾的政府这样子，啊、對對對所以就是要判断这些小细节，<好>对吗？然后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。 我常碰到的是 Telegram，嗯，因为 Telegram 送出去的讯息你是可以修改的，嗯，所以我请你转币给我，我把我的钱包住址给你。可是我的 Telegram 如果有被已经被入侵了，骇客就会在这个时候修改我的这个讯息，把它改成我的骇客的钱包，把它改成骇客的钱包，哦、对不对？所以通常你收住址的时候，你最好就是说你要有三个管道来收这个住址，嗯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请对方 Telegram 给我。 然后 Line 给我，然后再怎么样？给、e、Email 给我，我三个，我三个比一下。哦，对，就是你一定要做求证。嗯，然后今天你不能想说 OK，那我都有开 Two FA 双重验证，你今天偷到我密码应该 OK 吧？没什么问题。但是错了，因为有一些比较高端的钓鱼网站，它甚至可以去偷你的 Two FA 这种一次性密码。嗯，就今天假设偷到你的密码以及这种 Two FA，它是可以在后台及时就登录你的交易所。 对，这是第二点，你一定要先做求证，再去执行操作。那第三个建议呢，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提高自我的治安意识，就是你要不断去学习这些有关的一些治安的最新趋趋势。那了解常见的这些网络诈骗的手法有什么啊，攻击方式是什么啊？那透过这些呢，提高你对整个治安的风险的认识，然后你就可以保护好保护好你个人的资产安全。 那治安、治安这些个人治安的技术，我觉得在今天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加密货币啊，像比特币啊、以太坊，它是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金融自主权。嗯，也就是说，我今天我这一些资产，我可以自己用钱包放在我自己的钱包里，我完全有自主权。可是你要有这种自主权，你一定要搭配高程度的治安的技术。 所以这是，可是每个人，难道你们大家都不想要有这种自主权吗？这个对我们每个人太重要了。这样，那现在嘉宾会不会可以让大家达到这一点。可是，所以同时。 我就觉得说，对每个人来说，治安技术相对的，它的重要性也大幅提升。嗯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在 Podcast 或者是像 XRS 在部落格啊，或者是很多的媒体上面都一直在教大家治安的概念，还有怎么样保护你自己，或者是为什么我们是一家安全干净的交易所。然后最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就是说，XRS 最近其实有请用户提交呃多一份的文件去验证他的美金银行账户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就一直收到有用户传讯息 就是问我们这些官方的群主跟官方的管道说，这个是诈骗吗？这个是诈骗吗？嗯、但其实不是，<对>但是他们很<好>对，会问他，他们的治安意识已经高到，就是你即使用官方的管道传给我，我就要自己再去验证一次，对对，对对这个是不是真的？非常好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，就是你要不断的提高自我治安意识，即使你呃可能是太过敏感，都比你就是很疏忽，或者是你觉得哎呀应该也没差，来的更好。 对，对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尚还有 Wayne，然后来跟我们分享，就是作为一个骇客，非常神秘，然后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，他们每一天在做什么？然后呢，他们是怎么样踏入这个领域？那在下一集呢，我们还是会邀请到尚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治安小知识。那大家把握机会要记得收听，而且呢，分享，然后订阅我们的 podcast。 很难得有这样子的治安大神，而且是两位坐正在我们的 Podcast 的，大家把握机会。那我们今天特别谢谢尚，也谢谢 Wayne，谢谢尚，谢谢悠悠，谢谢。 节目的最后，为了感谢大家对 Web 三大西进的支持，如果你要使用 XRS 交易所，欢迎使用这个推荐码 W E B 三 G O W E S T Web Three Go West 就可以享有 XRS 交易所的交易手续费百分之二十的折扣。另外也提醒你，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，XRS 正在进行一个美金入金优惠的一个方案。 所有的入金，无论金额，都可以减免八块美金的手续费。无论是入金大额还是小额，都非常好用。在这样的方案之下，如果你是入金一万六千块美金以下的这个金额，基本上就是免入金手续费。现在就心动了吗？欢迎使用 XH a 交易所。 谢谢您收听 Web 三大西进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 X Ray Telegram、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 中文社群，连接都在节目下方资讯。也欢迎追踪和订阅 Web 三大西进 Podcast，不要错过任何精彩的对话。我们下集再见。